哦，这是我当年拍的照片，就这个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这就是被拐的那个吗？对，这就是被拐的。哦，这个呢？这是我们仨。这个是我们仨人的。长得像我，小时候长得像我。啊，那现在还得一个像你是吧？对。嗯，这个一般这个孩子啊，他是十年有一个大的变化，啊，他们这一年找孩子呢，都是拿那个被丢失的时候，就是几岁的照片，拿那个照片找孩子是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了。现在其中有一个孩子，父母呢没能提供出孩子的照片，他来给我讲呢，就是说小的时候看孩子呢，啊，跟他爸爸很像。后期呢，他夫妇俩又有了一个小孩，跟丢失的这个哥哥还是比较像的，参照了这个他这个弟弟还有他的父亲，啊，把这个画像啊绘制出来了。绘制完是做血涛是吧？啊，对对。啊，这就是孩子啊。变样了。你看像你的儿子吗？你感觉像吗？像，他眼睛像他爸爸。这就是大了以后的模样，让你们以后再记呢，因为要记住这个模样。对，我一会儿看见他的照片，就给好像就带给我，带我给他的。画的这个像特别像，特别像。那不是妈妈不要你，妈妈自己找了你二十年了。我说我自己上济宁，上济南，上北京，我都找过你，上山西我都找了你了，我都找不着你。孩子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赶紧回来吧，妈妈好想你。希望通过媒体和我们联系，不管你在哪里，爸爸妈妈没有抛弃你，也没有放弃过你。回家吧，幸福，幸福能抱一抱父母，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，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。